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22期的节目，伪装成变形金刚分享，其实呢是在偷偷记录我的生活日记啊。今天呢是我施打 BNT 疫苗的第二天，对，我打的是 BNT，那么现在的疫苗供给量又比较多啊，那就为了增加疫苗的覆盖率啊，能够让大家早一点外出不用戴口罩，所以呢我就去。就完成了这个，也算是应该尽的一个义务吧啊，当然也是我们的权利啦。那么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的呢是这个 Kingdom 里头的路怒，它的话呢是用了之前的这个轮胎下去做一个改头调，那基本上呢模具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然后最大的改善的话呢，则是它的一个轮胎的部分，它的滚动性呢非常的好，四个轮胎呢都可以轻松的做一个推动。先前呢做这款那个轮胎的时候呢，它的前轮，特别是这个，它基本上是卡住的。你看我这样推它，它也不动啊。那么这一次的路怒呢，可以说在这个滚动性上面是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改善。以一个变形成载具的变形金刚来说，这个算是极大的一个进步。应该说也不能讲进步，你只是恢复正常而已。车窗的部分呢，它是用了比较偏黑的一个色调，这个是有点偏蓝。那当然，黑色会好看一点。然后引擎盖两侧的这个裂缝啊，依然是存在的，火焰的纹章也有所不同。这个路怒的话呢，设定好像是个女角吧啊。那么先前在 MP 的时候呢，我也有收啊。那但是胸部非常的平，不晓得它这个设定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料。Anyway，其他的话呢，可以说都是完全的一致啊。你车子的情况来看，其实我觉得红色的比较好看，它的这个红啊是有一点点。虽然这个我感觉这个蓝色塑料感比较强啊，倒也不是说这个红色多抢眼，而是两者相比，后方的这个裂缝啊什么的话呢都是存在的啊。不过呢，就是还是一样提一下这个，轮胎有一个改善之后就好很多了。那它的话呢，一个飞行的模式呢，以这一款来讲的话，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毛病啊。这一手的话还好，翻出来，然后呢将这个黑色部件是朝上。翅膀转到这一侧，但是呢，我的另外这一侧的话呢，它的这个关节的话呢，非常的那个有一个关节非常的松啊，我不确定我这一次翻它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掉下来啊？我认为几率是很高的啊，就这个，哎，很给面子啊，这一次没有滑下来。我说的是什么位置呢？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 C 型扣啊，非常的松啊。啊，有时候就会卡，就是我往外一推的时候呢，就去滑出来了啊，非常非常的不爽。在初次把玩的时候呢，这个部分是让人觉得很不能接受的。然后呢，后方的这一块，应该讲是尾翼的部分啊，也是比较容易掉的啊，有一侧比较容易掉，应该是这一侧比较容易掉。然后它是这个紫色，要提一下好了，它这个后面这个紫色跟红色，我觉得对比色可能有比较大。你看，这一侧，你看，它就刚又要滑出来，再把它扣回去，它的一个对比色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车子的情况下呢，它的一个感觉比较明显，但是问题也不是很大了啊。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飞翔的一个模式。那关节的稳定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玩具来说，它的各个转轴的关节来说呢，都是比这一款这个 Track 的话呢，要来得偏松的啊。如果要对比两者的飞空船形态的话呢，我倒觉得轮胎这个配色可能比较好看啊，毕竟它这个地方的一个过渡啊什么的比较清楚一点。这一款路怒的话呢，因为这个地方整个是黑色，加上翅膀的话呢又是紫色，跟本体的一个区隔度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大啊。我们接着呢，把它从一个飞行器吧，这么说应该是可以的，变形成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呢给解开。这里啊，这个地方看到有一个结合的一个锁扣啊，小心一点的把它错位搓开来，这样子搓开。好，搓开之后的话呢，前面这一带有一个结合卡扣，我们大概往下搓一下呢，破坏掉它的一个结构，就可以把它给转出来了啊。这个地方也是要小心一点，把它整个这个。引擎盖的这个部分呢，往上面提，它有时候呢卡得非常的紧啊，它是有一个倒钩，所以的话呢，就是建议拔的时候呢，还是小心一点，这样的把它往上面扣上来，好，要有一点暴力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把这个整个车盖
哎，弄上去。弄上去之后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头顶盖这个部分旋转180度，先把它转到后面吧啊。然后呢，这个两个翅膀给收进去。这个地方的话呢，把它往下面折下来，这里轻轻的把它往下错位错下来。然后呢，我们到时候会需要用到这个凸到这边，待会儿的话再把它扣进去啊。先不急着处理这个部分，我们呢先把前面的这几个部分啊，把它给推到一个定位。好，接下来的话呢，先把脚给变完好了，因为这个脚的部分呢比较会需要用到空间，腰转180度，这个打开。然后呢，直接的把腿的话呢往下面放下来就可以了。本来是这样，直接往下搓就可以。然后呢，这一块侧边这块部件啊，我还是用一个固定一个变法，就是强迫用塑胶的韧性呢把它给转下来。这是比较直接暴力的一个变法，但是完全撑得起啊。然后紫色的一个凸，对，黑色的凹，我已经想不出来用什么生物来比喻这个凸跟凹了啊。各位如果有更好的比喻的话呢，可以把它留言告诉我啊。反正就是，就是吃亏的一定是黑人啊。然后的话，这里也是一样的啊，一个紫色的凸对黑色凹的一个结合扣上去。然后它的一个侧边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洞啊，要扣侧边一个这么小一个短小的黑色的凸啊，其实不常见啊，但是呢还是一样，基本上还是一样扣的不稳啊。这也是这个模具呢让我非常非常不能满意的一个点了。然后呢，拳头可以把它给翻出来，上半身已经快要变完了啊。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身体往上面推出来，推出来。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反折，折进去。然后呢，白色的这个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一个组合扣上去。整个推上去之后呢，这个脊椎骨是有点斜上角上去的，它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角度。然后这里有一个凸个脑扣进去，好，背包就算是固定住了。然后呢，这个肩膀上面的小翅膀可以做个简单的调整。那么呢，这一款露露的话呢，它的整体的各个关节都比这个 track 就比轮胎要松得非常的多啊，就是让我觉得不是很喜欢这一次的这个重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了。在纯粹的车形态呢，我觉得路怒比较好看一点。在飞行载具的话呢，只是轮胎胜一筹。那么以人形的话呢，我真的觉得两个就不相上下。而且其实两款，以玩具的卖相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了啊。尽管说呢，它有一个你要说是背包也好，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背包的话呢，有时候也是变形金刚的一个特色啊。我真的不是很在乎这个背包，但是呢，这就是刚刚提过的，在人形状态下呢，露露的一个身上呢，包括这个手臂也好啊，脚的话呢，各个身上的关节的紧实度啊，都是略逊于这个轮胎的。唯一改变的话呢，则是从一个比较有一点方的一个下巴啊，变成了一个完全是尖的一个女性版的一个脸孔，这个头雕其实非常的好看，眼睛的这个水蓝色啊也是极为的优美，胸口的不坏标志还有一个银色的边啊，所以这一款的涂装其实我觉得是还算可以的，但是就是在这个关节各方面的紧实度上，还有这个原始模具这个地方扣不好呢，是它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啊。那变形的话呢，差强人意吧啊，就是这一块翻折的时候呢，需要用到一点塑胶的韧性。那么人形的可动度的话呢，也是表现算是比较好的，手臂360度的转动。那么拳头的话呢是比较可惜，唯一不能动就拳头了啊，其他腰啊、前后左右踢、这个脚踝啊，从外面接过来的都是可以动的，都是可以动的。那买跟不买的话，完全看你个人那个偏好啊。这一款的话呢，目前在这个 Kingdom 系列里头，在台湾的网络上价格还是比较偏低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外观你有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你也可以买一个啦，毕竟这个头雕好看。而且我已经很久没讲这句话了啊，毕竟是个女性角色嘛，那就买买买就对了。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